他吃太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出发，再去装很多的沙回来。啊，再像你刚刚那边深潜到很深里面去装沙。一来来蹭干净，来蹭。来蹭，我要去别的地方玩了。你要去别的地方了？嗯。好。哇，剩下你跟这个阿妹妹在这里继续玩沙，阿妹妹的手粘了很多沙。哦。那你的手呢？手没有。没有。咻咻，玩沙子很好玩，超级好玩。我定义玩沙子，哇，潜到下面去了。还有遇到螃蟹吗？有蟹，那个是蟹老板吗？不是，还是海绵宝宝。Go！ 你要在沙子里面游泳。不能跑，我要沙子。沙子。你看。对呀。蟹嘞。好了，那你还要玩其他的吗？你要在这里玩了。好，哇塞，哎，你又回来了，你不是要去玩别的，怎么又跑回来了？刚刚没有问我。那你要问说，小朋友，你问说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吗？哦，这个要给你啊。我的玩具给你。那，你等下这边你要还给我。好啊。哦，好啊，哇塞，你们会交换玩具的，真的两个都很棒。哦，他也。对啊，你看他也会开潜水艇，哇，哇，你开这个海盗船，哇，转弯，超级无敌大转弯。转弯要开慢一点哦，不然会跌倒